平，迎接他们的将是生死球的比赛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先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，防守啊！你记住他下顺，你马上下顺，看他下顺那点。加时赛谁先得到两分，谁就获得胜利。这球要进了就赢了。尤其是的球权。加时赛不确定因素很多，因为就一个球决定胜负的话，对于场上球员心理承受能力是很大的考验。唐日辉，胡顶找到左侧杨浩哲给内线打洞，面对冯汉普，这次有面包夹，成功破坏掉。四秒钟的时间，依然是龙骑士的球权。哎，篮板，篮板，篮板球啊！哎，拉开，拉，拉开，拉开，拉开，来！杨哲没能命中 ，J-Team 抢了篮板，机会。孙振俊给到钟显超，拉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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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换人，换人，宝山换人。五秒钟。空位啊！哎呀，没能命中。这个球是抢篮板造成的，没关系，继续。唐日辉。造成犯规。犯规啊！如果两罚全中 ，J Team 取得胜利。没事，他罚不进的，罚不进，他不可能两罚全中的。来了，要赢了。一发不中，第一发没发进，说明我们的机会来了。撑着膝盖，头都不敢抬，我就听到弹出来了。他罚球的时候，他是应该不受任何观众干扰的，但是我觉得，哎，奇怪，他好像被干扰了。篮板球，篮板球，不错。两罚不中，大队大队大队 OK， 第一场比赛恭喜龙骑士。在一点一点点把比分拿回来，这个真是太棒了。下比赛就看我这个两个罚篮，最后还是两罚都没有中，开门红也没有拿下来，挺对不起我们两个队友，还有我们 J Team 的队友，对自己有点失望。前面还领先挺多，后面呢出现一些处理球没处理好，在时间不多的情况下，我们把握了主动权，最后我们输掉比赛。第一组输掉，我觉得是有点难过，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好球，好球。接下来
两位龙骑士的领队要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，你们要在这四位当中选出两人率先晋级，这就是灌篮全国总决赛。大东肯定得留下来，唯一纠结的就是在唐日辉和杨浩哲这两个人当中去选。哎，给一点点时间 ，OK。我是这么觉得啊，不这样吧，这样吧，来，停，你们回手啊，不这样，就是很难续选，所以说我和峰哥就跟他们一起商量。好的，看起来应该是有结果了，对吗？我们选择待定的球员是黄子恒和杨浩哲。我没想到是我和大东直接晋级。我觉得无论这场比赛的进攻防守，杨浩哲他应该都是最佳的球员。杨浩哲，我觉得他挺冤枉的，明明他第一轮表现得更好，但没让他直接晋级。总冠军的12个席位，在我心里就有杨浩哲一个。因为唐日辉和杨浩哲今天打的都不错，而特别小唐打的比较稳。你们觉得临场来说，今天唐日辉和杨浩哲打谁好？唐日辉啥时候？我觉得唐日辉。你说。稳一点。你说谁？不，你就说谁。今天输也是他，赢也是他，是吧？所以，但是唐日辉今天确实太稳了，对对对，那中投还有那传球，他那几个传球特别关键起势的，对。那接下来将进行第二场的比赛，第二场的比赛将争夺三个晋级名额。首先有请两边的领队派出你们的阵容名单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派出陈鑫、嘉荣还有小叶子。我们是孟翔、彭林、孟博龙、燕旭。我们有麻烦，因为我们身高很吃亏，他们有外围也有突破，对于我们来说防守难度是很高的。看到对面三人出来，有种十拿九稳的感觉。对位的话，我们都不会输。双方球员有什么对对方说的吗？我们不但要赢，还要把队友给全救回来。虽然我们场下是特别好的哥们儿，我现在要告诉你们 ，I will kill you。走和瞧吧。来，不许脚踩啊，让他自由落地。我们的反对球权。OK， 比赛马上开始。目前决赛名额还有10个。好的，第二场的比赛开始 ，G Team 的球权。燕旭，好球，燕旭，好吧。孟博龙。孟博龙给到这边，哎，注意安全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没事吧？膝盖是膝盖，什么？可能是硬伤，还好。起来走，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，没事还好。哎哎哎哎，加油加油！哎呀，完赛！撞到观众席的台阶上，膝盖已经就全肿了。我也不敢跟阿联说，然后我就想说拼了吧，哪怕是赔上膝盖，这一场也要赢。来罚球3次，加油！一罚命中，哎，不愧是射手啊，两罚全中，三罚全中。拔得头筹，3-0，龙骑士领先 G Team。这边还是，哇，祝嘉荣3分命中，小库里啊！什么叫三分？什么叫真正的射手？要快！
哇，这个变向还不错，早中晚归。两次罚球，猛魔龙一罚不中，两罚中一，领先一分，给到叶文浩，两个人有点跑重，找回来，张真心给到祝家荣，黄队犯规罚球。一罚不中，两罚中一，4-4打平。孟博龙一个盾败，哎呦，最后的球自己没能拿稳啊！好球，好球，小帽。比赛继续，8分26秒的时间。来，场上 J Team 的球迷 ，GT。GT 好的，张晨曦，左边依然是孟博龙，给了孟翔。inside outside 又打进来，这个球还不错，底角底角拉开底角，祝家荣嘉荣他很相信他的三分球，他自己是很有自信的。当他投进的时候，我还一直在告诉他说：“继续，继续投三分。”成功爆料，叶文浩给到张真心，找到祝嘉荣，走走，球不错，哎，传球非常漂亮，两个人的配合。换人，龙骑士换下孟博龙。哎，孟翔，你俩一个队的，可以打挡拆。给到孟翔，哎，很聪明，但是这个球还是被破坏掉。彭玲，给到孟翔这个机会。相对于其他队友的话，我跟彭林的默契可能会更高一些，因为确实大学也这两三年一起配合，所以在场上可能配合起来比较熟练。